好，我是王晨。众所周知呢，现在美国这边的疫情仍然非常严重，虽然所谓的居家令已经在逐步解除，可是只有少量商店在开门，这对于我这种天马行空的人呢，真的是一个灾难。比如说今天这样阳光明媚风和日丽的下午，我就脑洞大开，突发奇想，打算拿一个著名的钢琴曲莫扎特的土耳其进行曲，我相信很多人没有弹过也一定听过，弹过听过，对，我打算拿这首曲子来挑战一下节拍器上最快的那些速度，从140四个16分音符开始，然后160、180、200，一直到节拍器根部的那个速度。我相信很多人应该对那个速度刻骨铭心，208。如果你们也用这个同款节拍器的话，我相信很多人应该都有同款，毕竟是一个老款节拍器。如果有同款的话呢，可以在弹幕上打有字。然后呢，我打算拿这款电钢来试，但是这款电钢的负重和真钢差别其实不大。还有就是我打算为了节省时间挑出一部分一个片段来试，但这个片段基本上所有的技术难点都涵盖了，8度、16分音符跑动等等等等。其他的呢就是 我打算只录一遍，第一遍看看会是什么样的结果，如果有不足之处大家就担待一下吧。